爸妈。这，念念，你说你这孩子啊，有好事儿也不告诉我们，还瞒着我们呀？好事儿？什么呀？你看，你看这孩子，还跟我们装傻。装傻？那小丽都来了，还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儿啊！这些都是应该的，闺女啊。我们俩可不是老顽固啊！你们俩要是真的决定了结婚，我觉得可以生活在一起一段时间嘛。哎，你们年轻人管这个叫试婚啊，这个我们都懂，咱都懂啊。是是，这个结婚，嗯，爸妈，你们先等一下啊。嗯，你过来，过来，看见了吗？哎呀，咱闺女这次一定有个好归宿了。嗯，哎呀，这下我可真得安心的去跳广场舞了。嗯，对，那儿都有一些老阿姨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答案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住在一起，我也可以给你更好的保护，而且我也有私心。那阮念初，你都把我给睡了，难道你没有想过要跟我结婚吗？我把你，我才是被好吗？麻烦你用词准确一点。不以结婚为前提的恋爱都是耍流氓。可是我们两个才刚刚和好，而且结婚这种大事还是要慎重考虑啊。我又没有逼你明天就跟我结婚。可是阮念初，我对你怎么样你知道，我什么心思你也了解，你要考虑我可以给你时间的，但我告诉你，我只要认定一个人不是我的我就不会碰，是我的要我放手除非我死，懂？哎呦，你干嘛突然这么激动啊？就怕你把我给甩了。我谢谢你，我的厉大总裁。你能不能稍微自信一点？你说你长得帅，人又好，又是社会栋梁，哪个女人想把你甩了呀？除非她傻。我刚才好像有听到你说谢谢。嗯，有吗？三次。给你们，送水果，我快切大了。哎呦，别看了，你有那功夫，要不然你下去溜达溜达去。你别说啊。还真有点不太习惯。可不呗，你说平时他在咱俩面前晃来晃去的，我得照顾他伺候他，我还真烦。他现在突然间的不在家里住了，我不适应。哎，我给他打个电话去。哎呀呀呀，你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吧啊，你给人小年轻一点空间。刚第一天你就给人打电话呀？你才把人吓着。我又不问什么，我就问问他习惯不习惯呀，缺什么呀，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呀？哎呀，人家现在习惯不习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人家现在已经有人照顾了，你干点你该干的啊。我，哎，来，我知道我该干点什么了。来来来，哎呀呀呀！我不要这玩意儿，你干点你该干的。这就是我该干的，你试试。哎，我给你按摩。来来来来来。起床了。
起床了。冉君说，我现在给你两条路选择，一是你现在起床跟我去吃饭，二是我现在立马上床陪你一起睡。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流氓啊？在你面前的不就是吗？我终于等到你了。你昨天去我家找我爸妈说同居的事儿，感觉怎么样？高兴。你不紧张？不紧张。那要是我爸妈不喜欢你怎么办？那你喜不喜欢我？那就对了。立哥，医院打电话来说师娘发病了。我马上到。何丽华，你冷静点，别过来！我要去找我家老夏了。大嫂。橙子，你回来了。老夏回来了吗？夏飞回来了。他回来了。你骗我！你骗我！都骗我！老夏没回来，你们都骗我！你们都骗我！大嫂，我可以带你去找老夏。骗我！